好久没有吃羊奶布丁了，我们今天来做一点吧。老规矩，蛋黄蛋清分开，把蛋黄摘出去。这个蛋黄被我搞碎了。然后呢，这一次我们先往碗里加点水，这样的话搅拌会好搅一点。上次羊奶粉和蛋清直接搅，真的搅了老半天了，可粘了，特别难搅。好啦，搅完以后我们入锅蒸一蒸。2000 years later， 救命，我又蒸过头了。算了，硬着头皮还是得给他们分一分呢。这个盘子也没有摆齐，救救我。上面一层蒸的有点老，但是下面的布丁还是很嫩的。好啦，分完啦，感觉有点单调，我们拿个梨乳饼干给它铺一块，好看一点点吧。最后老环节了，撒粉。我这次呢想撒点不一样的，用了草莓碎碎、小麦胚芽，最后那个是营养糊糊。那两个营养糊糊就给两只老年鼠吃吧。小荔枝给我们试吃一下吧，吧唧嘴。